诸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十善业道经》第十四面经文第三行看起。立邪道心，二心是故，常负财宝，无能侵夺。恒生正见，静心之家，见佛闻法，供养众生，常不忘失大菩提心，是为大士修菩萨道时，心十善业，一世庄严，所获大利如是。这个经文呢，这一小段到这个不吃啊，不愚痴不是啊，所得的利益了，就是到常不忘失大菩提心。后面从是为大士以下了这个一行，是这一段的总结啊，就是以十善业修布施的总结啊。邪道，邪是邪见，道是颠倒啊，邪见颠倒啊，就是愚痴啊。离邪道心，而行是故。这是我们一般讲啊，不愚痴啊，不愚痴行布施，常负财宝，无能侵夺。这是总的讲理啊。六波罗蜜第一段是细数，从持戒往下了都是六摄啊，六摄里面我们一定要用前面这个例子啊，前面这个例子一直贯穿全经啊。譬如念到持戒，你就要想到啊，不杀生，这个持戒啊，不杀生持戒的什么利益，不偷盗持戒的什么利益，不邪淫持戒的什么利益，一直到不愚痴，条条都是如是啊。那么佛在下面就没有说了，我们自己要懂得啊，所以这叫举一反三啊。乃至到这个经文的末后啊，方便啊，这个就这个后面呢，它六度就是四摄啊，四无量心、四摄法啊，这个三十七道品啊，直观方便啊，每一条啊都是这样的啊。你不是要修止观啊，不杀生，修止庄严故啊，不偷盗止庄严故啊，不邪淫止庄严故，每一句里头都有十条啊，我们自己要能够想得到。这是世尊在此地举例而言的啊，落实在我们生活上，点点滴滴，无有一法不具足十法啊，
任何一法都具足十法了，这个才是止于至善。这个经典开端教给我们啊，昼夜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啊。那么在佛家概括的讲呢，八万四千法门啊，无量法门，每一法都具足十法。这个才真正落实到啊，常念善法，这个思维善法，观察善法，啊，不容毫分不善夹杂，啊，我们念佛，念这一句佛号，啊，我们现在懂得了，以不杀生，啊，支持名号。不偷盗，这是名号。啊，不邪淫，这是名号。啊，到不贪、不嗔、不痴，这是名号。这个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当然是上善之人。声声佛号里面都具足十善业啊，我们要晓得这个道理不愚痴行布施它的别报啊，单单讲这一条果报恒生正见还是永恒啊，正是正知正见。换一句话说，就是宗门六祖慧能大师所说的长生智慧啊。他见五祖说啊，弟子心中长生智慧啊，我们晓得他为什么长生智慧，他不愚痴行布施得这个果报我们平常是不是这样修学的尽心之家啊，不但自己生正知正见，这一句当中这个点呢不能要啊，这是一句恒生正见尽心之家。啊，他受生不会受生在一般人家啊，决定是生在正信的佛教家庭之中啊。为什么呢？他自己有正知正见啊，自己不具正知见呢就不会生正知见之家啊，这是感应吧孔夫子在《易西辞传》里面所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啊，正见欢喜正见，邪见欢喜邪见，所以古人曾经教人呢，观察这个人，这个人是正人啊，还是邪见之人，从哪里看呢？
看他的交友，啊，看他跟哪些人在一起做朋友，啊，他所交友的都是政治正见，这个人决定是政治正见，啊，他所交往的这些人是邪知邪见，他也难免呢知见不正啊，这一定的道理。啊，所以观友则知其仁矣。啊，既然政治正见，必定见佛闻法，供养僧众。啊，这是三不清净三宝。啊，诸位必须要知道，事出事法里头。清净三宝是大福德之人，啊，也是大智慧之人，可是三宝在今天的世间衰微了，啊，衰微在只有形式的三宝，没有实质的三宝。啊，诸位要晓得，实质的三宝才管用。啊，我们才能真正的福慧。啊，实质的三宝，《坛经》上讲得很好。啊，六祖说，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敬也。啊，所以他教人归依觉，归依正，归依敬。啊，觉正敬是实质的三宝。佛法僧就是觉真经，但是现在人认识佛法僧，不知道佛法僧的内涵是觉真经。啊，提到佛就想到佛像，提到法就想到经典，提到僧就想到出家人，想错了。啊，于是得不到佛法真实的利益。啊，住持三宝对于佛法的弘传修学非常重要啊，不能缺少啊。啊，你有实质，你没有形象，实质也就落空了。佛菩萨教导我们，见到佛像，要想到觉悟，啊，觉而不迷。这个供养佛像啊，真正的意义在此地。啊，见到经典，不仅仅是经典。只要见到书本，见到文字，啊，立刻就能够想到正而不邪，这就真的归法了，真的你见法了，啊，你见佛见法了，啊，见到出家人就想到六根清净一尘不染，啊，你就真的净身了，啊，见佛闻法净身是这么讲法的呀，啊，所以这个形象的三宝
他是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没有这个形象啊，我们是非常健忘的。啊，无量劫来随顺习气烦恼，自然呢就被烦恼带走了。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供养三宝？啊，目的是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这就是形象上的三宝给我们最大的恩惠呀。否则的话，哪一个来提醒我们呢？啊，觉而不迷，怎么样觉法？正而不邪，怎么个正法？啊，静而不然，怎么个静法？这些大道理啊，都在经典之中。啊，所以佛教诫我们呢，受持读诵啊，为人演说。读诵是枢纽啊。啊，常常读诵啊，常常为人演说啊，演是做到了。这个十善业道是佛门的基本课程。不管你是修哪个宗派，不管你是修哪一个法门，大乘也好，小乘也好，贤教、密教、宗门、教家，这是共同科目。通通都要修的啊，有共同科目，这个才是佛弟子啊。现在人讲啊，这佛教徒啊，没有这个基础，那就是天台大师讲的了，名字弟子。他老人家讲的六界佛了，名字界佛啊，那在我在六级用在我们身上，那就是名字佛教徒啊，有名无实啊。真干，真干那就入观行位了啊，那是观行位的佛弟子，真干。干到真正有成绩拿出来了啊，这就相似位的佛弟子啊。像哪些是相似位啊？阿罗汉、辟支佛、全教菩萨啊，藏教的佛、通教的佛，相似的佛弟子啊。到破一品无名，正一分化身，你是真的佛弟子，真佛弟子啊，都从十善业道上扎根的。我们舍弃了十善，不但在菩提道上一步都不能前进。这是实话了。为什么没有十善业道的话，你就没有起步嘛？啊，菩提道上一步你都没有踏上啊！啊，于是我们就晓得，学佛多少人在佛门之外，门槛没进去。具足十善业道啊，这才踏进门槛，然后你步步向前进
啊，你是入了佛家的大门了。啊，我们如果将菩萨这40、50个位次来做比喻呢，实性为这是大门，啊，初性入门到实性是大门里面，摄住菩萨呢，那是进了二门了，摄回向菩萨是进到三门了，地上菩萨是入实了，登堂入室了，啊，大门、二门、三门，很多同学没有见到过。啊，如果诸位到中国去旅游，仔细留意，你看看古时候大户人家，啊，在这个，北京呢，还有四合院。啊，四合院里面就有大门、二门，没有三门。啊，但是你到荣和宫去看，哎，就有大门、二门、三门了。啊，荣和宫是从前雍正皇帝做王子的时候，他所居住的房子。啊，他做了皇帝之后，把他自己住宅捐献出来做佛寺，啊，这是真心的，啊，捐献出来说供养三宝，啊，所以看看这个建筑，啊，跟一般民间建筑就不一样。庭院很深呐，啊，这个四合院有一进、二进、三进、四进，啊，在中国大陆上，啊，富贵人家了，大概都有三四进，啊，我在抗战期间，在湖南住过一年，我住在衡山，啊，我住的那个房子。曾经就是一个大户人家，啊，他家里房子是四合院三进，啊，最后面是花园，啊，相当富有的人家在那个时候没落了，啊，后世的子孙人口很稀，啊，人不多了。这个族衰了，啊，可是你看到他家庭这个建筑就晓得，啊，那不是一个普通人家，啊，所以就庭院深深呐，啊，我们自己总要晓得，我们现在在佛门里面是在门外还是在门里？啊，我们跨进了大门了，我们还能不能进入这个二门？只要进得大门来。真正能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就肯定得生。啊，在这个世间，什么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只有念佛往生，这是真的。啊，假的我们要放下，要舍弃，真的要紧紧抓住，决定不能放松啊。
所以不吃行尸才能够生正心之家。见佛是见性的，闻法明理，宇宙人生的真相，我们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共生是和睦相处，平等对待。不仅是我们常住注重啊，不分国土啊，我们不说国家，说国土。国家的范围小，没有离开地球；国土的范围大啊，国土是一尊佛的教区，一个三千大千世界，这个叫国土啊。在太虚空当中，无量无边的诸佛刹土，不分国土，不分族类，不分宗教，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也叫做供养。供养之中，去修学。修学什么呢？修学六根清净，一尘不染。供养是福啊，清净不染是慧呀，福慧双修啊。常不忘是大菩提心，无上菩提心，念字在字，无上菩提心都落实在生活当中。这是不吃这一小段后面呢总结总结以十善业修布施波罗蜜是为大士修菩萨道时行十善业以示庄严所获大利入世入世就如前面所讲的师尊在这一段里头是细说，往下都是略说我们要懂得他说法的意趣。好，今天时间到了